哇，这个恐龙，好帅！我记得在陆府没有这一台、我记得没有这一台啊。这个是国际服才有的、我看一下那台车，怎么又是这么可爱的声音？至少也来一个恐龙声吧。我怎么觉得这个音效配上他这个走路的画面有点搞笑、感觉很暴力啊！看他的功能有什么。氮气状况下直线行驶的集气速度加12、直线行驶的集气速度，所以它会自动集气咯，是这个意思吗？277，哦，这么快哦，277.7，有料哦，它也没有特效在上面，有点可惜。尾流也太快了，慢爆我一下。上去，哦，爆掉了，糟糕。对抗还可以啊，他开超越啊！下去，哦，还好挡住，哦，撞不下去，还好我也没有被撞开，对抗这样还可以，应该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。虽然透露是你年纪了，刹车怎么那么下面？我感觉危险了，来来了，完了，后坐力太强。什么声音啊？啊，弹小不太够啊，少一颗。那个都没控好，哦，还好我刹车甩直接过，没问题。哦，这个感觉可以走里面了。
啊，完了，角度太烂。哇！先让前面打一下，哎呦，我被撞歪了屁股。我感觉撞不赢毒蝎，毒蝎撞一下好痛哦。我们拉。没有超越了，是不是应该配一个超越给我才对？哦，有内线，不要被吸，走这边。这台自动武器比较没那么强，没有那个。没有那个飞龙墙的感觉。有。路线怪怪的。借我吸一口，好，来了来了，怎么会有假的啦？怎么会有假说月？杯杯洗说月，来来来，没死欸，可以吗？恐龙撞赢了，啊，不是恐龙啊，机械龙。有哎，他那个龙怎么那么大啊？头上戴了一个东西，尴尬，好像不能开了。断了吗？我怎么现在 OBS 跳出讯息？你们还在吗？快失控了！
容量满了，真假的？我等下检查，没有没有，看起来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没事没事。那、啊、你知道容量满的兄弟有在看台哦？这小这个车子其实没有算小车哎、欸，所以我等一下测一下对抗，感觉应该蛮强的。但这一把刚好没有遇到。也、欸、蛮快的、欸，这车还不错啊。我等一下来起步慢一点好了。